开始呗，可以。佳琪要把我手都剪掉。轮上我们来挖吧。然后把第二半地码掉。拍下这个，拍下这个。近一点拍。什么？名举三千三不倒。师傅不念了。早年偶遇。偶遇却，但字很丑。字很丑。毕尔包也要丑。我劫飞。我劫跑。我拿这个狙。劫。劫飞啊。美丽的天空，美丽的风景。如果我是当，如果我是拍摄拍那种东西的话，我很喜欢拍风景。好哦。那个毛毛虫，我不喜欢拍人，有人挡我前面我都不喜欢。你干你娘！我听得到，但是我他妈看不到。听得到看不到。听得到，网络已经多了。嘿，冲啊 ，run。我把你拍进去了，没有，我把你拍进去了，换了，改一个，还是换一个账号，换一个账号了，加一班机码掉，我把你拍进去。然后传 people 吗？那 people 是？你叫什么？屁话！反正我剪完就会直接上传我们班级。唯一之叫神奇魔法。你名字就叫神奇魔法。我以为那些东西我都有。系列名叫亨利巴顿。你说我家怎么拍的？啊，但这个就是内国西生活 vlog。等我 vlog 啊！怎么摔的？这个直接到我的包包，那是谁的？都我的，都你的。你要说什么？那是因为这里内科西生态园区一日 vlog 那个 vlog 的前面是帅哥。然后什么？加什么的加竟然是，然后点点点，惊叹号惊叹号惊叹号，这谁的家？加什么？他不是我说那个什么树？稀奇的树叶，具有了广大的东东，不知道啥熊，哪的？他闭着广大的东。他不知道啥小跟他的。神奇魔方。算了，我现在看他。现在有没有网路？然后去看那个任务在哪？任务啊。然后一直把他们。不要很大力哦，这样子一定把它刷。你看这边有什么反应？它会动，对不对？废话，不是都会动吗？不是，因为我轻轻摸，一般树是不会动。真的。可是为什么它会动？它有一个名字叫怕痒。哦。怕痒，它怕痒，怕我们这样小怕痒，它这样。当然，现在风大，如果风都不大的时候，你这样摸，因为它的那个经脉是这样子的，它的树干的经脉。姐，你那么久。我是说它的枝脉的话是短的，因为我们给它这样子动，它会震动震动震动到。连长现在他妈也还是没网路。你摸其他树不会哦，你这样轻轻的给它摸。他不说。姐，你看，我觉得你看是垃圾说的。李新浩，干。加他一下。哦，休息团的。哎，打一。哦。一支穿云箭。平平的，别不粗糙，对。开始了。宇哲嘞。哦，麦当劳。嗯，有稀奇怪的东西。刚有。啊，这样。啊，你要。嘛。你不要碰嘴哦。是冷的。然后记得帮我把它放回书包。盖好，放回书包。还没喝完。喝完了。还没喝完，还加
我惊死。他不是用水。喝完了。我帮你找到谁有水了？你一楼有水，等一下，还有水吗？还有水，还有水。我惊死，惊死你妹啊！那你也有没有水？我们腰，你腰不能。我摆着干嘛？坐一下吧。我虫还在吗？为什么？那叫什么？我叫这个虫啊。十点十头的。有虫。阿仔有水啦，在哭哦、喔！你明明都有水，然后刚你问啥有没有水？谁？阿仔有。对啊，管爷，你是偷拍的？啊？什么？这是我们的影片吗？对。干嘛？不信号吗？都没有我的声音吗？你弄了这里。你刚刚讲说我在哪里播的啊？哪里？那好可爱。快点，要不要文拔了？慢慢跳，快走走快点。所有的植物啊，都会因为它有一种叫做抑制其他植物生长的那个因素，所以它只要长的地方，其他植物都长不出来。而且它那个挡住光吗？不是，它是有一种叫，就他们会分泌一种类似碱还是什么，然后把其他植物全部都消灭掉，可是它自己可以生长。它而且它长得它很好玩哦，它不是说叶子会不会掉下去，它不会，它就是扒在上面。为什么？因为它防止其他的虫类往上爬。哦，它吃到它的嫩叶嘛，它就保护自己。所以它长的地方都会一片荒芜，只有它自己活，其他人都不活了。这植物真的很恐怖。这边会有穿山甲吗？有。有穿山甲，但是要在上面。翠湖最多，翠湖的路边就会看到了。穿山甲它会挖土，然后有土的痕迹就是有穿山甲。那会有蛇吗？蛇很多，很多蛇一定有，蛇有啊，有毒有也有没毒的、啊、蛇。等一下我们进去馆里面看它，我们它是不会跑到这边来吗？会啊，但是我们不要弄它就好了，因为蛇它也是怕人，就会咬人。不会啦，其实蛇很怕人。啊、我上次被无毒的蛇咬。哦，那很痛哦，要去打预防针，那打那个，那叫什么？小学的事情。哦，小学。好，我们到里面那个馆里面去看里面，我们里面有蛇腿，因为都是这边捡的，这边的人捡到的。哦，刚刚你们都没有看到哈、哦，我刚刚说可以打人的是这个啊。哦，这个、啊。哎，观音坐莲，啊，观音宗主啊。你看它果实，它就是截取一段了嘛，你看有没有？这多漂亮啊！不乖的时候，妈妈就截取一段，然后就当教棒，多漂亮！然后这个就是它插花用的鸡腿。我输啊！打你刚刚说，每次出游都找不到穿山甲。你好意思吗？有哎、欸，要穿山甲你可遇不可求啊！是说。很容易看得到，因为你看到它的那个土，它的土洞啊，可是你还是看不到。穿山甲不是夜行性动物吗？对啊，可是我们看不到它啊。哦。好，同学看一下这间这个庙哈。那边。这个小庙，嘿，这个是早期就是说我们原住民本来是住在这边的，那因为我们汉人呢就慢慢住进来了。哎，我们汉人比较聪明，也不是说原住民比较不聪明。就说汉人他敢跳，敢跳，然后他就会东想西想啊，然后把那个原住民的田啊都给他买下来，哦、就是有用金钱去交换。那之后呢，就发生了一些不好的灾难啊，所以我们、哦、就来这边盖一个庙，然后、哦、拜一下这山神，哦、拜一下山神。我干，我不干。哦，没事。他们到了。对啊，我们的时间差不多，他们回来了。哇，很屌、哦，一边拍一边玩手机，真的很屌啊！听，如果喜欢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请订阅我们频道跟追踪我们的 IG。有一个大大的喜欢，你要走去哪？破关翻跳下来，我给你300块。下一个300块，真假300块。帮你破关翻。好啊，破关翻啊。你知道给哦、喔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没有成功，你给我300块。不敢了吧？为什么要这么多？保险费。因为要去采煤矿的时候。
哎、欸，对嘛，我回答你，不可能回答我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应该关掉下单了。什么？我关掉下单了。好，对。